这里是由正宗凉茶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电视台开门大吉，一档零门槛参与游戏互动、轻松实现家庭梦想的益智游戏节目。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在我这里，你不需要能歌善舞，你也不用死记硬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按响门铃，打开大门，惊喜和快乐就在门背后等待着你。来，全场的朋友们，为今天即将上场的各位选手加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选手马上就要开始他的挑战了，电视机前的您也千万别闲着，打开手机微信 QQ 音乐里的摇一摇搜歌功能，当你听到门铃的时候啊，对准电视摇一摇，哎，歌曲信息立即呈现，您就会先于选手一步知道歌曲的正确答案，赶紧来参与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参与更多节目的互动，了解更多节目信息，欢迎登录搜狐新闻客户端。这里是由正宗凉茶王老吉独家冠名的开门大吉，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的梦想是什么，能否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掌声欢迎郭若涵。你好。你好若涵，小尼哥好。这个名字好有诗意啊，郭若涵，那你内心希望你是个热情的人，好不好？好。告诉我们你是谁，来自哪里，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郭若涵，来自福建福州，我现在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是一名大学新生。哦，学的是什么专业？影视表演。表演啊，北电的新生。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我的家庭梦想是就是买一台相机。嗯，就是买相机干嘛呀？拍各种好吃的。拍好吃的？对。就光拍美食？不是，美女不是一喜欢自拍吗？你不自拍，拍美食是吗？那我就换一种感觉啊。好嘞，来，他的梦想是买一台相机，我们帮助你实现，但是靠你自己努力，好吗？好，来，谢谢。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你想抢先选手一步揭晓门后的秘密吗？你想用智慧实现自己的家庭梦想吗？快拿出移动设备与我们一同欢乐吧。中国电视首次采用二维码实时同步互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节目同步答题，赢取家庭梦想。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了，咱走吧。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回来，这是我有史以来听到的最闹腾的一个门铃，这个一直就没什么变化啊，不知道一直重复的是吗？嗯嗯，大四应该是知道了，歌名是滴答滴，谁的歌？李玟的，李玟的那首滴答滴，对对对对，是吗？因为他们这首很出名，我觉得啊，你们觉得呢？滴答滴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滴答滴，很好听的一首歌，很动感啊！恭喜若涵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吧！1000元到手了，好的开始，但是挑战还在后面呢。第二扇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第二扇门2000元，2000元、啊，请按响门铃。
来，看上去好像还又有谱了啊。这首歌就是基本上都跳舞的歌，嗯，就是很动感的一首歌，好像跟那个第一扇门的有点像，有点像，是吧？蔡依林的那首舞娘，确定吗？确定。100%确定吗？100%确定。到底对不对？是不是舞娘？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跳得好，这不算跳得最好的。我跟你说，我有个大学同学跳得特别棒，就舞娘这北舞的吗？他听着这个歌，他跳那舞跳得比蔡依林还跳得好呢。人家是，而且人家还是个男生跳得特别厉害。我跳舞没基础，你之前学过舞蹈吗？我之前一直是学舞蹈，我从12岁开始就学舞蹈。12岁的时候，对，就开始学舞蹈了。学了有6年了。当时在哪儿学的？在北京。12岁只身从福建到了北京。对。为什么？因为那会儿就喜欢舞蹈嘛，然后就是家里人也比较就是顺我的意，就我比较喜欢跳舞，因为我觉得跳舞的话穿那个衣服特别好看。哦，你主要冲着那衣服来的是吗？对，从小就冲那衣服。关键是你学的怎么样啊？啊，还好。有人说试试呗，是吧？想看是吗？现场的观众啊，哎呦，太聪明了。我的话全让现场观众说了，特别好。那你也来一段呗。我来啥呀？我不会跳舞。哎，你等一下，收。你找啥？你学什么舞啊？我学民族民间。哦，民族民间。对啊，你我不行啊。你不行吗？怎么可能？新疆舞啊。对啊。你行吗？新疆舞你行吗？还好吧。来一个。来一个。那你也来一个。你来我就来。好啊，来啊。来啊。就在这儿。来。就这儿。好。好，行了，咱检测了一下，确实是学过舞蹈，但是跳的到底。跳得多好，这一个简单的新疆舞看不出来，咱们慢慢往下看。恭喜若涵，你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赶紧开门吧，第三扇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这首歌好像比较早。比较早啊。嗯。我就记得我挺小的时候听过。啊。就是。你年龄那么小啊。不会吧。就是我好像是在初一的时候听过这首歌。天哪，时光催人老啊，我觉得这好像就是前几年的歌。是吗？嗯。好像是。是。我们都是好孩子。
确定吗？嗯，这首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以前跟我朋友在宿舍里，就是大家一块放歌，就是放这首歌。哼一下。我们都是好孩子，异想天开的孩子。哎，唱歌还行哎。好。哦，不显山不露水啊，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嗯。我们都是好孩子，是吗？对。我们真的都是好孩子，好孩子希望善有善报，今天能够实现家庭梦想啊。第三扇门，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获得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谢。好样的，我们再接再厉。哎，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些经历啊？在艺考的过程当中。在艺考，其实讲到艺考，每一个艺考生都特别的难忘，都可以讲到三天三夜。哇。真的是故事啊，真的很多，就是每个人经历的都很多。嗯，那像我觉得最就是最难忘的话，就是在考北电的三试的时候。嗯，因为那会儿就是是等于算是我最后一个考场了，就是最后一个学校了。嗯，我在之前考军艺和中戏的时候，就不是说考了那么的理想。嗯，考了很多学校。嗯，然后可能考那两个学校我都也挺喜欢的。嗯，但是都不是特别理想。那考北电就压力就比较大了。嗯，就觉得这是最后一天，我要是不发挥好的话，我就没有学上了的。必须得拼了。对，真的是拼了自己的。然后呢？然后我就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是考的是在舞台上所有人在一块，老师出了一个题。什么题？叫做快乐的动物园。啊，动物园。动物园。都去买服装去是吗？还是动物园批发市场？就是所有人就是动物就在那里。要什么演动物啊？对。那你当时演的是什么？大猩猩。你也大，这大哥。嗯，等一下，哎，这大哥就在那等着呢，说刚说会跳舞，哎，跳一个。说大猩猩来表演一个，哎，来这看戏来了是吧？啊，不是，让人说你演的是大猩母猩猩啊，女不是母猩猩啊，能现场表演一下吗？太就站在这儿表演一下猩猩那个状态嘛，一二三，猩猩转一圈吧。哎，今天亲友团都来谁了？亲友团来了，我三个啊，就是挺好的朋友啊。有同学吗？有啊。他们当时都是演什么动物？长颈鹿、兔子、蟑螂。
那我来连线一下啊，看看连线就要现场月亮姐姐。你好，小宁。啊，我们这边都已经爆笑成一片了。怎么着呀？因为你刚才问他是不是来了三个好朋友哈、啊？嗯，这三个好朋友都叫闺蜜。哦，闺蜜。对，都叫闺蜜，两个男孩也叫闺蜜。嗯。中间的这位是他的这个大学同学，对吧？你当时演的是啊，熊猫。还有这位也特别好玩、这位跟他这位曾经是他旁边这位女孩子的闺蜜，但是都说好东西要一起分享是吧，就把他介绍给你旁边的这位也成闺蜜了、也成闺蜜了。我们一起再继续给他加油，祝他好运，所有的大门都被你打开，加油、加油、真好真好真好。哎呀，那位男闺蜜他没说上话啊，他一直特别羞涩的远远的看着你，一会儿让他说两句好不好啊。好了，来吧，咱们听过了听友团的加油之后，我相信得多热闹啊，你应该放松很多了，对不对？那就咱们继续开门。好，第四扇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好，一会儿记得如果有难题可以求助啊，请按响门铃。好熟悉。熟吗？熟。你可以试着哼一下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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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上一首歌是吧？我叫什么来着？完了，我捣乱了，对不起。想想。真突然想不起来了啊！叫什么来着？你知道这歌是吗？知道。就是它是一种花花。嗯，是玫瑰。蔷薇、狗尾巴草。什么花？但是它是那谁的歌，汪峰的。哪首？那叫什么花？什么花？想起来吗？想不起来就求助。求助一下吧。来连线第二现场。没有听过，但是就是我知道这个名字，好像是向南花吧。向南花不像向南向兰花向南花来着，就是我没有听过这个向兰花什么花啊。没听过，我也不知道有这么个歌。我想起来了。是你想起来啥了？向阳花。向阳花。对，向阳花是不是汪峰的？对，向阳花，确定吗？确定。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希望你是那纯洁的向阳花。艰辛的生命中，坚强的灿烂的绽放。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能够，你要成为那美丽的向阳花，布满窗户那起风哭一种坚韧的悲欢的绽放。谢谢傅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向阳花》，坚韧的辉煌的去绽放，也送给每一个在自己艺术道路上拼搏追求梦想的年轻人啊！恭喜郭若涵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第五扇门怎么办？不走了。不走了。对。放弃。见好就收。对。好 ，OK。点到为止。行，来，我们掌声送给
郭若涵，恭喜你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再次要感谢正宗凉茶王老吉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你，加油，好好学，好吗？嗯，好的。王老吉开门大吉，每位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现场的观众都会获得由正宗凉茶王老吉提供的红罐凉茶礼盒一套。这里是由正宗凉茶王老吉独家冠名的开门大吉，马上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的梦想能否实现，我们拭目以待。掌声有请赵锦燕赵大姐。你好，你好，得好好迎迎您。你好，你好，你好。赵大姐是我们在宁夏银川做选手海选的时候选拔来的一位选手。而且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赵大姐是我们银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是什么项目？大家好，我叫赵景月，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美丽的银川市。这话得说出来。我是一个银川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代表性传承人。真好。那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说，我从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跳唱文艺这一方面的，但是小时候没有条件。现在呢，我就想着我带了一个团队，现在我想这个梦想能不能得到一点资金，给我们团队做上一演出服装，就是这么个梦想。做演出服装，团队多少人？我们一团队有100多号人。哎呦，这人还挺多，人挺多的，是笔不小的开支。得有这个资金是吧？是呀。好嘞，那我们帮助您，但最终要看您自己的表现了，好吗？好的。赵大姐加油，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赵大姐心里很着急，自己带了100多个人的一个艺术团体，是给团队募集资金来解决演出服装的问题，是吧？是。但我觉得您今天这身服装特别漂亮，很打眼。是吗？啊，漂亮吗？希望您借着这股喜气儿，咱们往下走，好吗？好的。开始今天的挑战，在这里还是要首先告诉您，如果说您能够挑战成功，实现家庭梦想的话，将会得到由正宗凉茶王老吉为您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咱们开始。好的。开始玩起来了啊！好的。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好。知道了，这是我从小时候就最喜欢唱的一首歌。真的？山茶树。您哼一下，对不对？对着了，没问题。真的？这是我，哎呀。您就听了9秒。啊。我听出来，我听出来了。这是我小时候就喜欢的，你要知道，我是民歌代表性传承人。哎呦，这高兴的哈，这都是有了底气来的。再告诉我一次，您的答案是？山楂树。山楂树。咱有那个口音方言的问题，但是大家都明白了，您的答案是山楂树，到底对不对呢？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Oh,
迎黑鸭子演唱组，欢迎你们。恭喜赵大姐，您回答正确，您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的，对的。好。1000元，这只是一个开始，咱们的路还很长，还要继续往下走。能给我们团队做6套服装了。哦，1000块钱做6套。对。哎呀，这个还挺花钱的啊。那你们这100多人呢？100多呢。有，那您慢慢往下走吧啊。第二扇门2000元，请按响门铃。我猜出来了，我听出来了。啊，姓天游。哎呦，您别着急，您到这儿来说行吗？来，赵大姐，告诉我您听到的歌曲是《姓天游》。确定吗？确定。确定。对啊，哎，姓天游啊。赵景业，赵大姐说她第二扇门听到的是《姓天游》。嗯。您觉得呢？到底对不对呢？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我低头向山高，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不见我的童年。我抬头向青天，搜寻远去的从前，白云悠悠，轻轻的游，什么都没改变。大人听过我的歌，小孩亲过我的脸，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遍又一遍。大地留下我的梦，阿宝。大家好。哎，阿宝，你还记不记我？啊，你应该是甘肃还是宁夏那边的吧？宁夏银川嘛，去年不是咱两个唱绿韭菜了吗？对对对，我们两个去年绿韭菜是我们两个人同台唱的。你们俩拔韭菜？哎，绿韭菜。我们两个唱过一首宁夏民歌《割韭菜》。宁夏的花儿。哎呀，绿韭菜。你们俩还合作过？是我们俩合作唱的。哟，我们两个嗓音特别好，合作感觉怎么样？没问题，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你们觉得？没问题。不要忘呀，你把它牢牢地记下。哎呀，不要忘呀，你把它牢牢地记下。哟，太棒了！两个人没有任何排练啊，赵大姐也不知道阿宝今天会来。但是两个人曾经有过一面之缘，也有过一次合作，但是你们俩之间的那种默契，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到，虽然只有两句啊，有机会两个人还可以同台再唱歌好吗？对，我觉得民间艺术要互相交流，互相的去取长补短，对，好吗？好，掌声再次送给他。 OK， 谢谢。好，谢谢。好嘞，赵大姐，阿宝也给您带来了好运，恭喜您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我已经满足了。第三扇门背后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了，越来越多了。好，走吗？好，来，请按响门铃。
哎呀，这好像是一首电影插曲。我想想，美丽的神话，对不对？好，把这个被我唱明了，我就天，哎呀，好，哎，你是不是？钱不是观众发的，观众只管鼓掌，观众鼓掌的意思是说得好，但不见得说得对。那你说我说错了吗？错了吗？您猜呢？我相信观众的掌声。您不相信我啊？那你在忽悠我。您的答案是，再说一遍，您的答案是美丽的神话，到底对不对呢？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吉。这是我跟着您说的。独的承受，只因我曾许下承诺。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爱就要苏醒。万事沧桑，唯有爱是的神话，潮起潮落始终不悔，真爱的相约，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挣扎，紧握双手让我和你再也不离分。谢谢朱军，谢谢孙丹，给我们带来这首美丽的神话。恭喜赵姐赵大姐获得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还记得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最淳朴的陕北民歌吗？记得呀，太多了。您给我们随便唱两句。随便唱两句。我给他唱一个杨嘟嘟手提三道到来。行，哎，短短两句可见功力十足啊。接下来还有好戏，咱们慢慢往下瞧。您还走吗？但是我为了我的团队再拼一把。再拼一把，第四扇门背后5000元准备好了啊，请按响门铃。这边茶来那边喝，对吗？哎，赵大姐，您看着挺自信的，唱得真好。您只听了4秒，然后我这还低头想事儿呢，您这声音就出来了啊！我就有点意外。您确定您唱的是对的吗？确定唱的没错，但是歌名你也得说准了啊。知道啊。歌名叫做山歌好比冲江水，到底对不对呢？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棒啊！现在赵景琰赵大姐，恭喜您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耶！耶！来了。耶！赵大姐啊，今天来开门大吉，也跟我们导演说，无论要实现家庭梦想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他所这个继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宁夏花儿，对，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西北的民歌，对，花儿其实好像分三种是吧？因为我之前在青海工作过一年的时间，所以我知道有青海花儿。青海、甘肃。甘肃。甘肃那就是河州花儿。河州花。河州花。还有宁夏花儿。对，宁夏花儿就是这些。您比较擅长的是？我擅长的就是陕北的信天游啊，宁夏的花儿呀、啊，就是我是民歌嘛。只要是陕北那块儿的歌，您都熟。对。那今天您说了您的这个传承人，女儿。我女儿也来到现场了。那就是第三代。第三代啊。来了。那就让她也展示一下吗？哎呀妈，这个必须得好好展示一下，难得有机会啊。来，我们连线第二现场，看看亲友团都来了谁。哟。哟、真好。打个招呼。这个就是我们第三代的传承人，来赶紧打下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对，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刘艺佳，我是第三代那个民歌代表性传承人，我来自宁夏银川。哎呀，哎，传承的怎么样啊？学的怎么样了？传承的，其实我觉得我唱的那个陕北的信天游，唱的要比花儿好一点，因为。对，因为我妈妈是陕北人嘛，然后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唱这个信天游唱的好一点，但是这个但是这个花儿呢也会唱，光说不练假把式，对，哎，是吧？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想要一饱耳福，所以你不如还直接唱一嗓吧，对啊，吼一嗓子，也行。那我唱一段吧，我唱这个《感生灵》。好，来吧。好的。那，你若是我的哥哥呀，招一招的那个手。招手。哎呀，你不是我的哥哥哟。大家好，我叫马学军，来自美丽的塞上江南宁夏银川。今天好像过来还是要给我们唱一首歌，是不是？对，我展示一下。要展示一下。是。都是一副好嗓子。哎，是。要怎么展示？我建议啊，我们这第一现场、第二现场，我们互动一下。可以。心疼着呀，你把我生死还不分开呀，一天我把你三踏着，看你来呀妹妹三代红花开呀，开不开这个三代花，也该把它来把它莫损坏呀，送给阿哥的白牡丹，两个并肩带呀妹妹三代红花开。好，太好了，谢谢谢谢，尤其是我们的那个伴舞，没谁说你们呀，我先说那个男演员的表情特别好，特喜庆，你不用，哎，你不用听他的歌，你看他的表情，你就觉得这唱的是情歌，而且多幸福啊，好吧，掌声先送给小马，好不好？谢谢，来吧，第五扇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赵大姐要继续往前走，是不是？是，请按响门铃。
赵景艳，赵大姐，您知道答案吗？哎呀，我这话好像，我感觉到好像对啊，但是呢，没底儿。您倒说来听听。没底儿。没，歌名叫没底儿。要不然我求助我们的那个。您心里有答案吗？您。我好像感觉到。我突然脑子里出现那个赵大姐刚才要不要继续往前走的画面，是如此的毅然决然，如此的斩钉截铁，走。这哈吗？有点难。有难了。我们来求助是吗？求助我的。来。有困难找家属啊，连线第二现场。有困难找家属，来问一下我们这个身边的第三代传承人。这歌我们真心会唱，就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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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叫会唱啊，词儿都没错。对，所以有词儿忘了，歌名也不太记得了。反虎队的什么？青苹果乐园。让中间那位小马儿，你知道吗？哎，这位是谁啊？这个是也是那个阿姨的同事，好朋友。哦。嗯，也是唱歌的。你知道答案吗？我记前面是时光飞呀。怎么唱？飞哪儿去了？时光。小虎队的时光。快想马时间。小虎队，那小马你知道不？对不起阿姨，我这个歌还真没听过。时光，飞呀飞，时光飞。想想。时光，追。追。又飞又追。时光飞。好，我们的求助应该没有再有帮助的余地了，对不对？对。求助应该用不上了，他们给出了一些线索。哎，没办法了。您就放弃了？没底气了。已经很接近正确答案了。不过我他们说时光飞。不过我已经就是说是满足了。您就这么就放弃了？啊、真的？啊。啊不能，有点可惜啊。算了吧。行。啊。那我们就很抱歉。嗯。赵景艳，赵大姐，这一关的今天在开门大吉，出师不利，挑战失败。好，赵大姐，哎呦，这我都心疼，这多少件衣服呢？5000块钱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哎，赵大姐，这你想不想知道这歌到底是什么呀？想知道。关静仁和陶峰，赵景艳，赵大姐，您明白这歌名叫什么了吗？听出来了吗？没有。不是时光飞，是什么飞？蝴蝶飞呀、啊！蝴蝶飞、啊！蝴蝶飞呀、啊！
蝴蝶飞多可惜呀、啊！多可惜，蝴蝶飞多可惜啊！五千人因为这蝴蝶飞给飞没了。感谢您来到开门大吉，希望你们的这艺术团越办越好。好的，好吗？谢谢，掌声再次送给赵大姐。王老吉开门大吉，这里是由正宗粮草王老吉独家冠名的开门大吉。我们在梦想的道路上从未止步，只要你有梦想，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帮助你去实现它。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哪位追梦人呢？让我们掌声欢迎刘晓静。小弟哥好，小弟哥好，你好，小弟哥你好。这个名字如果不看这个字儿，光听名儿像女孩的名字啊。对，看完之后呢就有点失望了。那但是看到本人是一个纯爷们儿，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大家好，我叫刘晓静，原来呢当过老师，现在呢做自由职业主持人，同时呢也写歌唱歌。嗯，我可以叫你晓静吗？啊，可以，小弟哥。好亲切。告诉我们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啊，我的梦想呢，我是因为在自己写歌嘛，也唱歌，但是拍 MV。很花钱，我想呢通过这次呢能够赚到一部分钱，然后买一台摄像机，自己拍自己歌曲的 MV。 哦，自己给自己拍 MV。 哎，对，买台摄像机啊。对，想得美。当然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好，有没有信心？有。刘晓静，我们祝福你、哎、希望你梦想成真，好吗？好，谢谢大哥。他需要全场观众的掌声和鼓励，实现家庭梦想，一起开门大吉。谢谢。第一扇大门，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好的。哎，这个就厉害了。云峰的山边有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条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木鱼与金鱼，木鱼与金鱼，确定吗？确定。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山边有一朵白云，白云的深处流着一条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都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座庙宇，庙宇的大堂摆着一个神机，神机的上面住着一只木鱼，无语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日上要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岁月天花也红，人生的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再解脱。谢谢赵海华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木鱼与金鱼》，恭喜你获得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耶，咱们继续再接再厉，第二扇门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请按响门铃。我希望这扇门带给我好运。你们知道吗？我就说了，这首歌呢真的是太嗨了啊！闹腾它就跟着一起来，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我觉得不是人歌嗨，是你嗨。不是嗨歌嘛，唱的是要嗨啊。歌名叫做嗨歌，确定吗？确定。来，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黄玲，恭喜你获得了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掌声。来，耶！哎呀，刘晓庆，你看她现在穿的五光十色的，在大家面前也是活蹦乱跳的，但实际上他的经历可能不是很多人都了解，我相信你身边的朋友也不是所有人都明白你这一路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好的，因为我平时的时候，我感觉一个男人不应该向别人透露太多自己的秘密。嗯，那今天能透露吗？今天没有外人啊，都是自己家的人啊。其实也不算秘密了，因为对了，刘晓庆她其实出生在农村，其实小时候家境不是特别好，对不对？对，我出生在河南的东部的一个农村，啊、叫刘庄。刘庄，对，刘庄就是你们家那庄是吧？啊，对，我们家的庄都是刘家人，对，全部姓刘。家里几个孩子？有两个，还有个弟弟，还有个弟弟啊，现在读大学，我很骄傲，我弟弟在读研究生。你当然得骄傲，因为刘晓庆他弟弟的学费都是刘晓庆自己一点一点省吃俭用，打工赚钱攒下来的，供弟弟上学。没有，所以你必须要感到骄傲，对不对？对，我很骄傲，关键是我弟弟啊，真的是太棒了，争气。对，很争气，所以我感觉很骄傲。嗯，今天能来到这里边，我感觉是。向我弟弟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嗯，有机会站在小尼哥旁边，跟我挣钱还给我啊。对，弟弟还欠钱呢啊！我知道，其实刘晓庆他自己啊，虽然这个家境不太好，但是小时候特别喜欢唱歌，所以为什么看到黄龄那么激动呢？因为他本身从小4、5岁就开始唱歌了。对，我小时候那时候，刚开始还没有电视，有一个小广播，像小盒子一样钉在墙上，他在听歌，然后我听到第一首歌叫做《九月九的九》，九月九的九，对，然后那时候呢，我还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读书比较晚，8岁的时候在读书，但是那首歌唱好久了，然后我教小学5年级的学生唱歌，那时候我还没有那个讲台高呢，就站这。要是九月九抽洋烟，啊，就这样。然后呢，后来之后我们老师也说，哎，你唱歌不错，以后你每天就学点歌，然后教给我们当上音乐课吧。上1年级就给那个高年级同学上音乐课了。啊，对，就因为那一次之后，所有高年级学生见到我就堵我，堵我就打我。凭什么让你给我们当老师是吧？对啊。但是这孩子真是被打出来的，音乐素养也是日渐提高。后来就成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了。哎呦，其实说创作啊，我不知道算不算创作。我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就写过一首歌。2年级就写过？对，小时候那时候在放那个《乌龙院》嘛，《新乌龙院》。嗯。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电影。嗯。后来之后就写了一首歌，但是我不知道，歌现在我看不到什么意思，叫来无影我去无踪，江湖漂泊路有我心，何必来问问自情，唯独我是个僧。这是你创作的吗？对，小学2年级的时候。哦，这首歌是你小学2年级的时候创作的。对，我这个旋律可能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怎么样就唱出来了，自己就想，对，想写就想，然后就写这个词，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来无影我去无踪，江湖漂泊路有我行，何必来慰问自情，我也不知道这个慰问自情我当时想的，我不是你挺早熟的，我觉得你小学2年级就知道这么多了。接下来我们第三扇门背后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请按响门铃，给你掌声鼓励好吗？鬼了，真假？你没事吧你？哎呦，厉害了！这首歌呢，是一个乐坛的天王啊，写给一个综艺界的天王的一首歌。嗯，而且呢，歌中的这个男人呢，很惨，因为他女朋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开心，分手了以后才开心。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你比从前快乐。据周杰伦写给。献歌吴宗宪的一首歌，哦，还挺有吴宗宪的那个感觉。哎呦，厉害了！我跟宪哥是学习过的啊，真的啊，真的，真的跟他学过啊。对，原来是，其实我走入主持这个圈子里面，也是宪哥算是我的启蒙老师。那时候我完全不懂。哎，你这台阶还挺高的啊，平台挺高的。这样，你先说这个歌名，歌名叫什么？你比从前快乐了。我还真挺比从前快乐的。对呀、啊。确定了。
对，你比从前快乐，到底对不对、哎？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真的跟他关系很好是吗？还是真的跟他学过？宪哥是吧？对，真正跟他学过。哦，学过主持方面。啊，对，宪哥看到我之后呢，就跟我说了，说啥？这孩子没救了，回去吧，是吧？啊，对，宪哥这没有这么严重了。宪哥这是跟我说，好好回家结婚啦，对不对？生个孩子呢，干嘛要出来做这一行呢？你一点前途就没有啊！啊，真的？对啊，当时我就告诉他了，宪哥，做人呢要睁开眼睛，先看我一眼，好不好？先别看我，哎呀，有前途这个青年，你就跟着我吧。所以除了主持的技巧和幽默之外，你跟宪哥还学到了什么？其实宪哥对我影响最大的并不是技巧方面了，其实对我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歌，精神层面的东西了。他的有一首歌呢，我有一段时间我反复的听，哪首？叫做《明日英雄》。明日英雄。对，因为这个我总感觉是我在那段时间的时候，感觉自己那边一直消沉啊，对，一直比较消沉一些，而且呢感觉是比较失意吧，怎么说，感觉自己身体里面有能量，但是呢遇到一些事情呢又不是那么顺利啊，然后所以感觉，但是我一直坚信我一定会是明天的自己的英雄。明日英雄。对，明日英雄，正像歌里唱的那样。对，好嘞。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会对我们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我们真心的希望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英雄，同时也成为自己的英雄。好，我努力，加油。 好，谢谢。第三扇大门咱算是打开了，恭喜你获得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第四扇门背后是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请按响门铃。告诉我你听到的歌曲熟吗？有点熟，这首歌应该是潘美辰的歌。潘美辰的，你哼一下，你试着。歌名想得起来。我听过的不太多，我大概记不得旋律。我这样吧，我求助吧，还是这就求助了？我求助吧，不是我真的这首歌我没有把握，没有太大把握。行，那我们就求助。连线第二现场。这，线索有了，他觉得是潘美辰的感觉。对，你们，你确定你第四扇门就求助吗？会不会太浪费这个机会了？你既然都答出了，你都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歌手的名字，你再好好想想。没有，我是现在是迫不及待的想见到你们了。那我们都说说吧，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王磊，是刘晓静的铁哥们儿。刘晓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俩之间呢。
除了媳妇儿不是公用的，剩下的全是公用的。有这么铁？这边这位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齐伟伟，但是我今天来呢，是因为我跟刘晓庆已经五年没有见了，因为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了。我之前一直管他叫少林寺来着，因为他是河南的嘛，所以我今天当得知他叫刘晓庆的时候，我震惊了一下。其实我们已经认识了好久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你们俩到底熟不熟啊？还行吧。有答案了吗？现在有答案了吗？好像是有吧。好像是有。潘美辰的应该是我曾用心爱着你。接受他们的答案吗？我曾用心爱着你。嗯，我曾用心爱着你，到底对不对呢？来，让我们期待。开门门大大吉。哇，我有结婚。我在用心地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空中与你相遇，清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会唱的人一起来好不好？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会唱对不对？继续来。前面两句一起来好吗？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是在梦中与你相遇，清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会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来，你们唱啊！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我永远把你们留在我的心里。再来，继续好不好？最后一遍。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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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you.
谢谢。欢迎著名歌手潘美辰。大家好。现场大合唱的感觉，大家觉得过瘾吗？过瘾。我很好奇啊，大家刚才看到我门一打开，感觉我是真的还是假的？哎，有怀疑是假的举手。举手。怀疑是假的举手。原因是没有想到这么漂亮，是不是？掌声送给潘美辰。谢谢谢谢。行，在这里要恭喜你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到手了，接下来还有4扇大门，第五扇门。第五扇多少钱？10000。10000。对。够，正好够我买到一台摄像机。10000差不多够了，差不多够了。其实5000也够，但是你要想拍 MV 的话，要需要买好一点的，对，对不对？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请按响门铃。OK。听到的歌曲是这首歌很熟悉，张学友的《夕阳醉了》。确定吗？确定，非常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耶、yeah。夕阳醉了是吗？夕阳醉了。确定吗？确定。好，我们来检验一下啊，到底对不对？让我们期待。10000元啊，这是10000元，不是，想想清楚。你别说这么吓人。让我们期待，开门门大吉！哇！为人生第一个梦变真，交低你的双人，人下情深故事更重。华帝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夕阳醉了》，恭喜刘晓静，你获得了多少？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第六扇门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要不要再往前冲一把？还是见好就收？怎么办？收吗？好，我感觉做人吧，哎呦，知足常乐，不能太贪心。我感觉这10000块钱足够我买一台设备的了，所以收了吧。做人嘛，不能太贪心了。真的？对，就收了。15000不要了。收了。20000不要，30000不要了。不要了。真不要了。真不要了。行嘞，那我支持你。恭喜刘晓静获得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大家。感谢正宗凉茶王老吉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欢迎再来继续加油好吗？好，谢谢你各位，谢谢各位大吉，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王老吉开门大吉。看过了今天的节目，你是不是也已经心动了呢？如果你心动了，赶紧行动吧，报名来参加开门大吉。只要你的梦想够勇敢，够浪漫，够疯狂，欢迎来到开门大吉，站在我的身边，我来帮助你实现梦想。来，还是那句话，梦想有门，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周杰伦，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到老。